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兼自由换 Fate Grand Order》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又继续抽嘢啦。咁啊，阿英个活动咧，即系 BB 活动啦，呢、這个叫佢做。咁我暂时系打到一半嘅啫。咁啊，而家得翻六日，我都要嗱嗱临，嘻嘻含含打埋佢。咁啊，睇下有咩抽先啦，即系都系抽嘢噶啦，系啊，抽嘢先。咁啊，呢个系啊。嗰、那個叫咩啊？死啊！唔記得咗個名字。之前上網 check 過嘅，不過唔緊要，我啊中嗰只好似狼咁嘅嘢，定唔知狐狸咁樣，咁其實都 OK 嘅啦，已經。咁啊，有機會啊，遲啲即係睇下點，咁啊再抽翻啦。咁啊，今次想同大家抽呢個嘅。咁啊，有個殺身丸，咁啊成個修女咁打扮，但係咧佢一升咗之後咧，靈機再臨咧就黐線嘅。个样咧就好鬼死人嘅，咁啊而家事不宜迟，抽啦！咁啊有啲叻机啊，咁啊冇计。我都想唔叻机嘅，但唔知点解偏偏要叻机咁样。可能因为佢系文书机咁样啫。我觉得好得意，有一样嘢就系我拍 Hunter Hunter， 咦，中咗只 caster 喎，啊，唔系，啊呢只我有啦，不过唔紧要嘅，可以升宝具，就系拍 Hunter Hunter 啲人话我评论，其实我都冇评论过，我只系将我想讲嘅讲出嚟啫。同埋加上我又唔系啲咩專家，自由度大咯，啊做翻自己咪最好咯。Lensa， 清機中四星，但唔系新嘢。呢只嘢咧，我就已经咧系升到嗰个灵机再临，系再到冇得再噶啦，已经系。咁啊，另外呢个就我本身我都是有的了，他这个是加什么自身，就是自身攻击力就 25% 这样。OK， 好，那啊今次呢我们这一条的Fate Grand Order 抽卡片咧，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好冇咧？我都系冇啦，继续抽啦，真系抽多十次先，用符咒，即系发你个瘟。依个揿错掣，呢个弹出嚟呢度嘅，揿呢个，哎，俾啲心机，抽咩完啊？未抽完。
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呢，我最近啊，即近排其实都是这个活动更新，我发现是定不知道是我太久没用啦。罗宾汉他有段时间呢，他是摸着件衫的嘛，摸着件褛的嘛，但是呢他呢就是没有这个的那个叫什么，即是他升到咁上下呢，你升到他最近呢，他是没有穿到外套，没有穿到件褛，但是呢件褛呢就又不见了的。但是最搞笑的就是近排呢，就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制作商啊，定咩商咧？遊戲商咧，可能就發現咗呢一樣嘢，咁啊，幫佢加翻件褸俾佢著，咁樣即係加翻件褸俾佢拎住啦，咁樣。因為本身其實佢係著住啊嘛，你冇理由無啦啦頂走咗佢啊嘛，即係。嗱，有啲嘢咧，我飛咗佢啦。系啦，咁呢啲咧就之前咧抽到啦，有一啲有冇得入手啊，大佬入手有冇？有系啦，咁呢次咧呢扎嘢咧，呢扎英灵咧就系、是、今次嘅收获啦。咁啊，有好多咧就其实咧已经系嗰个宝具都升满晒噶啦，除咗嗰个金，即系而家个四星嘅 caster 咁样。咁啊，我暫時未得閒將呢一個嘅 Saber 同埋呢個 Saber 咧就合體咁樣。咁啊，嚟緊咧就會幫佢哋啊升翻嗰個寶具噶啦，係啦。咁 OK 好，咁啊，今次咧我哋呢一條嘅抽卡片咧又差唔多啦。咁多位觀眾，咁啊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可以撳個 like 或者 share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話，你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一條片翻嚟再見，咁多位，拜拜。